家新手今天装的挺漂亮的啊，等我收房了以后呢，你可以把设计师推给我，不贵吧？很便宜。冷的话可以开暖炉。我不冷。 是说，关门睡觉的话应该不太冷。要是半夜冻醒，觉得被子不够的话，就柜子里自己拿。对了，刚才一直有一个外卖电话，我替你接了。那个厕所好像稍微有点堵了，你可能要去看一下。 我们慢慢来，你在这里休息。对不起。还有，谢谢。